清楚，怎么我开始有点无助？你的爱一直没有降低温度，是我在飘忽着，是否是我所向往的幸福，还是纯粹的眷顾保护？亲爱的，我爱你吗？我真的很爱你吗？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好孤独？亲爱的，我爱你吗？告诉我依然爱你吗？为什么我渐渐开始害怕我开始看不清楚，怎么我开始有点无助？你的爱一直没有降低温度，是我在飘忽着，是否是我所向往的幸福，还是纯粹的为什么我渐渐开始